我是天津人。 最早啊，那个夏利，嗯，花冠，嗯，换的这个，花冠，回家再问你妈妈好，啊，你告诉她。She says say hi to your mom. I will. 我喜欢开车，问您喜不喜欢开车？我喜欢开车，我对开车不反一点儿不烦，没有反感情绪。那您自己坐里边也不烦？坐车也不烦，开车也不烦。我觉得开车。我说您自己一个人坐里边，不烦，我有交通台，交通台陪伴。还是干，对，有能力还是干，那不干的，那证明他没有能力了。没有能力已经很强了。啊，就是，我这个身体还挺允许我的，我就干。嗯，对，对吧？挺乐观吧？乐观，而且您开车技术也好。谢谢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不害怕。我还干过夜班的，也不害怕。您还干过夜班？干过。这夜里那边。对，不害怕。天是这不错。啊。没问题，这个也就是嘛呢哈，也得呀看的哈，个人的经验，那眼里得看得出来事儿。他坐这个，他说坏人的话，你看不出来是谁对谁，你就不行了。你得会看。 他拎上车之前，他要不要看部队证，你都不给他停。嗯，你得有这个眼力。She says she's the map. She uses the map? No. She is the map? Yeah, she is. That's amazing. 他特别神奇，他让德国每个就是司机都不认识路，但是他们只有导航。是吗？他们用导航。那他们都不认识路呢，那么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认识，他们就是说，就是直接用那个 GPS 能掌握下来。 他们就那个 GPS 那个导航哈，越用那个脑瓜越就跟人用算盘一样，用完算盘拿计算机，再拿计算机再用算盘，完了算盘不灵了，是吧？对，他们那个用懒惰了那种。不像咱天津，好多司机都是活地图。都在脑子里，什么样的道都在脑子里边，不用导航。 这也是敬业的一种。说如果德国人要是没有 GPS 的话，然后就迷路了。哎呦，他们那道不好找是怎么的？不用，人天天试试，不用背，都在心里装着。
没事，你已经很美了。干我们这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乐在其中，苦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这工作挺辛苦，可是呢，哎，坐里边看，看风也是看风景，对吧？那个。Thank you.